哦。 嗯，想说总不会烧，原来是那个。嗯，那题弄到杜宇。 你弄到杜鱼，我你啦，你弄到杜鱼就是一下就死了，我一下啦，啊、可以挡一下啦。不要说杜鱼了，我摔到一下我都死了。这个废矿其实很肥，可是我现在这个血量太适合探。 哎呦，故宫！有遇到岩浆吗？有岩浆里面啊。哪里？就是废矿里面啊。我刚刚说黄金旁边有岩浆，只是那边因为四面八方的那个洞窟很多，所以可能会在挖到一半的时候被怪攻之类的。 这是我比较怕的。哪里？往里面走啊！废矿，左边右边。这边废矿只有这条进去，然后到底之后往左走。哎，不要真的走到底啊！有岔路那边往左走。漂亮漂亮！把水捞起来。哎，有人也跟我一样，只剩半个血、啊。杰克吗？嗡嗡。小蜜蜂。哈哈。怎么这么刺激呀、啊？当年大家都被怪打死的那一届，真是还蛮好笑的。安德吗？就是好像第四届吧。 哦，很早以前，那时候是没有清怪大那个、啊，没错，就是你到之后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挖出去，直接被鬼巴炸死那一步。因为我已经进来了，就他回溯给我回溯到原来的地方。好，对，让你讲什么了？来来来，这边，小心哦！哎呀呀，那个下面下去之后，再往右边走。 那下去往右边走。对，这是我刚跌上来的地方。我有鸡的声音啊！哎、欸，不是那边啊！是啦，我确认这边有没有送东西啊？哦。哎呀，故宫！哎、欸，你小心哦，你小心哦！你举动，我先撤。 左边岩浆那里有黄金，等一下哦，我再弄。那、啊、才一个哦，啊，不止一个吧？黄那个啦，岩浆啦。哦，再往里面走啊，右边那里还有一块有岩浆啊。You see？ 要，再弄安全一点。下面那边啊。哦，好。要，等下。 你要不要先捞起来？要捞，没错。哎、欸，你后面毒蜘蛛！哦！哎，有过来吗？没了，是了。哇，你哇，真快钻啊！哇，拿错了。 换哎，下面有洞啊！太恐怖了啊！还不够啊，还差2个。换吧，换吧，换吧。其实原本还有2个，只是掉到下面洞里面，我不知道消失了没。下面有水。 故宫，我先回去烧黄纸，太刺激了，太刺激了。哦，哈哈哈，整队的人都在看着。 再2个，我就可以弄个苹果先吃啊！这个位置峡谷很多。 好，哎呦，走路下去还不能走太快，啊。 在哪？ 你遇到什么了吗？对啊，半路。看我现在尽量就随便找个地方往下挖，看能不能挖到什么。 我已经撰稿了，那这样就挖黑曜石就是。刚才在找那个啊，老师，我爸爸找岩浆，没有看到一片。 喂，这里，往哪里下去的、啊？下来啊，下来的地方、啊。刚挖的那个洞吗？对啊，刚遇到你那个洞。哦，你是峡谷然后走下去这样？没有啊，在哪里？我在那个箱子旁边的洞下来。哦，你从我挖下去的那个洞再挖下去。哦，我以为你挖到峡谷还是什么。 怎么又是铁啊？别铁啊，还要附魔。你比较缺金啊。对啊，我现在很需要血量。看到铁挖一下了。 铁矿战神，给我黄金吧！哎，钻石嘞，你有拿吗？钻石不是放在箱子里面吗？那个楼梯那边的那个箱子。哦。 啊！这游戏黄金是不是变得难找了？挖都没有。哎，你嘞？我就那个洞一直往下挖，往下之后找一个地方，然后一直挖进去啊。过头了。哎，我过头？对啊。没有啊。哦，哎，你不跟我吧。 要付个什么呢？要有保护啊，还有几率活下来。金石，半格血被什么东西打都没救吧？干嘛？保护，付个保护好。 对，全世界都是负保护，好，保护饱满，保好饱满。好了哈，好了。嗯，啊。 左边没有，我往右边挖看看。现在要么给我钻石，要么其他人被怪物打死。不对，不是钻石，黄金。啊，杜鱼！哎，有黄金，有黄金。我刚刚是遇到幻觉啊，杜鱼跑出来，然后瞬间就不见，是什么？